一个宁静的午后。是哪个呢？魔仙是谁？小帅，看我给你们啥子了？冰粉，快今天热出来，来来给你煮冰粉哈。哇，好凉快的冰粉呀！这样冰粉就是凉快快的了，快点睡午觉，等儿起床了就可以吃了。哎呀，吃了吵死人了，这不有什么东西啊？冰冰凉凉好吃，还是给泡泡去。中午不能出去，路上人少，给我拍花子，等会把你陪走了。我来把它分一下。